今集粵樂生存會同大家欣賞三首由香港作曲家創作嘅廣東音樂。第一首作品有高潤雄師傅嘅《憶流堤》。咁我咧就係一個粵曲嘅樂師啦。咁故事咧當然係來自於戲曲，咁係喺《聊齋》其中一個故事。個故事就係講才子佳人，一個秀才同一個小姐。在柳堤初相識之後，秀才被奸所害，跟住喪失了性命啦。咁後屘就小姐就思憶佢就好肝腸寸斷，咁委魂翻嚟同佢就係講述翻個案件嘅發生，幫佢解決咗一啲疑難，最尾就係陰陽分別。咁喺音樂上邊咧，我因為我有份演奏啦，咁第一個感覺咧，一聽就好粵曲。或者呢個好粵曲嗰啲板腔體啊、小曲嘅一種結合嘅元素都喺入邊啦。咁本身你自己亦都擔任好多劇目嘅音樂設計啦。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？咁你喺呢個創作嘅過程入邊啊，或者一啲元素啊？由呢個柳堤初回開始，咁就用一個笛子引，就係一個回憶當年嗰個景象，好似一啲案情發生後開始下來到陰陽阻隔，我們就選用了用一些意反調式，我們比較廣東一點，我覺得就好像悲涼少去一樣。另外在音樂上面呢，我印象記得就是在個分句上面，其實我都很有一種想像，就是好像小生花旦在度對答的一種感覺啦，係啦，一畫彈上去。咁其中咧有啲部分咧，好似揚琴同循琴啦，又有啲過門嘅位置就會特別出現嘅喎。其實喺呢一個曲裏面，其實就係、是都係用翻戲曲元素。咁有啲地方係好似唱嘅嘅感覺。咁而喺呢個比較輕啲嘅彈撥方面咧，我就希望帶出一種好似係兩個人對話咁嘅感覺，所以輕少少。咁變咗齊奏啊，或者多啲樂器嘅時間，可能就係一種唱述緊一種故事咁嘅感覺咁樣。
小麥老師你好。你好。係啦，一葉之秋呢首作品咧，聽聞咧係你第一首寫嘅廣東音樂作品喎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創作嘅過程係點嘅咧？哇！事源咧係我哋學校有一位廣東音樂大師阿余其偉教授。咁我自己平時細個都好中意聽嗰啲廣東音樂，咁就佢有一日吩咐我，你寫一首廣東音樂啦。咁不過佢話有一個條件嘅，一定聽起上嚟一定要似廣東音樂嘅。如果唔係你就唔好寫咁。咁我就好緊張啦。咁嗰時佢係拎咗一沓嗰啲 CD 啊譜啊嗱，你翻去聽聽佢啦。咁我就翻去聽，翻好勤力咁去讀。咁聽咗好多次，原來其實係好親切嘅，咁就好有趣。後屘就寫咗呢一首樂曲。咁當然有一些自己的因素在這裡，就尤其是開頭那幾個我們叫做動機，噔噔噔叮噔噔，這個其實是我姐姐的名字，即是廣東音，這個秋素秋麥素秋這樣的，這個旋律呢被一些讀西方的同學聽上來一唱呢，一聽上來就是啦素啦咪素啦，就有趣的地方就是被一些讀中樂的同學聽，他說蘇、法蘇、惹法蘇，我自己因為我都是讀西方音樂大，發覺就很有趣，原來廣東音樂呢那種我們所謂的調性處理呢很特別。
接下來我們會欣賞一首作品《弦歌翠韻》。咁呢一首作品咧就係取材自余其伟教授嘅創作啦，一個擬演嘅作品，叫本身係翠韻。咁後嚟經過由香港嘅作曲家黃學陽重新嘅編配。咁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余其伟教授嚟接受我哋嘅訪問。當初咧用擬演咧就係比較，即係佢嘅聲音比較粗礦啊，甚至有啲沙啞咁嘅聲音嘅。個名啊叫翠韻啊，或者叫醉韻，飲醉酒咁，都係想抒發啊自己嘅心中嘅情緒咁噶啦嘛。咁啊，依家咧改咗五架頭，其實咧都擬演都好重要嘅。我又同阿黃學陽作曲家又講，加埋咧突出咧心弦啊、竹係琴啊、短喉管啊咁，咁即係帶有啲傳統硬弓呢幾樣主要嘅樂器企硬咯。咁然後又適應咗依家啲現代嘅觀眾嘅訴求咧，佢聽咧即係話啲聲部啊豐富咗啊。聽完余教授嘅分享，我哋都訪問埋負責改編《翠韻》嘅黃學陽。咩叫硬弓五架頭？咁講緊五架頭咧，其實咧就係依個啊廣東音樂嘅五件好重要嘅樂器。咁而家咧就係流行嘅咧就係用高胡嚟領奏嘅叫軟弓嘅組合。咁硬弓嘅組合咧就係早期嘅用擬演嚟領奏嘅。硬弓五架頭同埋樂隊其實一個好新嘅嘗試啊，係應該暫時都未有人做過，咁所以咧亦都喺度咧要多謝翻余教授啦，咁即係對於我哋呢個創作嘅模式咧有一個肯定嘅。呢首曲咧好特別嘅，加咗弦歌呢兩個字，其實係有典故嘅喎，因為咧弦歌咧其實喺一本書叫《弦歌必讀》啊，就係早期咧香港第一本介紹粵樂嘅專書嚟噶，係邱學籌寫嘅。邱學籌係啦，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就想即係加強呢個早期嘅廣東音樂嘅特色，咁所以就加咗弦歌呢兩個字啦。